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郑。今天我们讲一个女人为了虚荣跑去整容，结果整容成瘾，把自己整成怪物的故事。一张纸飘落在小花脸上，拿上手一看，是整容医院的宣传单，上面介绍了一款电眼芭比风的整容方案。她立马心动了，果断前往整容医院，推开门走到前台询问价格。店员表示，电眼芭比风全套只要6666元。小花点头答应，手术开始了。医生把她的眼眶撑圆，把她的下巴拉尖，剪掉多余的赘肉，轻轻松松把她的脸改造成电眼芭比风。手术完后，小花走出医院，碰到一个整成欧美立体风的女人。小花不开心了，她掉头走回整容医院，把自己的脸重新整成欧式立体风。手术结束，小花满意的走回家，打开电视，电视上的女人烈焰红唇，而且胸特别大，小花十分嫉妒，二话不说出了门，一口气跑到整容医院整容。医生扯下她的嘴唇，补刀一针后塞回去，再拿出拔火罐帮她丰胸增围。这下子小花自信了许多，可还没来得及得意，就看到一对情侣在卿卿我我。重点是女人的腰非常细，对比自己腰上挂着的二两肥肉，她简直不能忍。小花飞快冲到整容医院继续整容，医生掏出剪刀剪啊剪，剪成小蛮腰，拿出打气筒往臀里打气，打成巨臀。就这样，葫芦形身材的小花抬头挺胸走在街上，从那对情侣身旁穿过，顿时男人也犯桃花，被深深吸引住目光，这不由让小花感到万分骄傲。不经意间，她注意到前面的大楼贴着一张时尚女明星的海报，女明星魔鬼般的身材和天使般的容颜让小花心生羡慕，她毅然决然跑回整容医院整成女明星的模样。从此小花在整容道路上越走越远，她紧跟时尚潮流前线，开眼角、丰唇、隆鼻、削下巴、丰胸、瘦腰、提臀，一次比一次夸张，一次比一次疯狂，最后活生生把自己整残了。但小花对此无动于衷，她坚持认为自己是最完美的。令人讽刺的是，当小花终于跟上潮流走在时代前端的时候，忽然发现时代变了，当下社会整容脸已经不再流行，转而开始推崇原始美。小花直接傻眼了，看着整容医院的新版宣传单，上面介绍了一款清新自然风的整容方案，而印着的图片赫然是整容前的自己。这则故事告诉我们，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，不要因为过于追求外表而失去自信，最原始的自己才是最美的。虽然美丽无罪，追求美丽更加无罪，但是整容有风险，开刀需谨慎。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